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崔刘凯。好，动作要前面，正在把腿双腿抬往绳圈靠，是，哎，已经手伸了，手伸了，抓住了一个木框，抓住了一个木门，摆起来了，摆起来了，看拍不拍，拍不拍啊？这一下有，这一下有，拍拍啊，还有十几秒。在里面很少能看到正面去双手掐对方脖子的这种方式，是因为正面掐脖子很容易被对方做十字步。对对对，是这样的。十字步衍生的这个衍生之初的最主要防守目的就是防守对方双手掐对方脖子。拳拳拳拳拳！哦，这个节奏很连贯了，这个很可怕了，我觉得要叫停了。是，而且已经没什么动作。对。